子宫切口器室是啥意思？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方静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。子宫切口息室呢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剖宫产瘢痕息室，也就是剖宫产以后，这个子宫上的这个伤口在愈合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带状凹陷，这个凹陷呢是与宫腔相通的。由于这个瘢痕息室的这个活瓣作用，在来月经的时候呢，有一部分经血会储留在这个囊袋里面，而在其他部位的血已经干净了之后呢，这个囊袋里边的血呢会点滴状的慢慢排出。这个呢，子宫瘢痕息室最常见的症状呢，也就是月经淋漓不尽。如果出现了月经淋漓不尽的这个症状呢，患者是需要就诊和治疗的。首先我们要做 B 超和性激素来明确诊断这个月经淋漓不尽的原因。如果确实是这个瘢痕息室所造成的呢，可以用一些短效口服避孕药来治疗。如果还是不能缓解呢，可能要通过手术治疗来进行缓解了。